好，北冰洋先到这边。酷哦。最疗愈就是这里，我觉得前面差不多，我们可以回转。黄建伟口中的北鼻，就是因为演出电影《咒》而晋升亿万票房影星之列，绰号爆花的老婆蔡宣彦。骑脚踏车除了是夫妻俩的共同兴趣外，也是当年蔡宣彦对黄建伟心动的关键。正要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一起骑脚踏车。然后那时候为了泡妞，都从天母骑到中正纪念堂。哎，妞是你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为了泡妞，是哦，所以不是为了泡我。好啊，好好回答一部分 ，OK， 一部分，但是就这样骑，然后就一直抖，一直抖，然后最后他整个鼻子这样飞起来的时候，太紧张了，我忘记我在骑脚踏车，我就这样去接他，然后他就直接扑街，那时候我喜欢他嘛，我就故意骑在他后面，然后我就过去帮他就是疗伤这样，就是帮他包扎，太荒谬，你看到一个女孩子这样蹦就飞起来，蹦然后掉到地上了。笑归笑，但当初可多亏了这贴心举动，才虏获芳心。哎，这是谁送你的礼物啊？知道，就周润发吧。哦，原来是周润发送的吗？对，我爱吃巧克力那个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帅。他很有品味耶。帅。像这样子斗嘴开玩笑，是他们夫妻的生活日常。两人是北艺戏剧系的学长学妹，交往一年左右就决定共组家庭。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，然后那时候我还住在单人雅房里面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嫁给我？”我说好啊，跨年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组织了一个比较正式的求婚。婚后生了个可爱的女儿昭雨，今年9岁了。这对有缘夫妻一起在各自的事业上努力，是彼此的头号粉丝。而聊到老婆的爆红作品，不敢看恐怖片的黄建伟，为了力挺，当然得硬着头皮进戏院。我愿意出发，请帮我跟谁要签约？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。我是睁大眼睛看的，哇哦，就是这样子拍是不是？哎呦，这里有点问题哦。一方面真的觉得蛮骄傲，是他的表演完全撑住了整个作品的叙事。有很多观众朋友看完电影之后，就会传讯息来，他就说：“若男，为什么你要骗我？或者是若男，我今天晚上睡不着怎么办？或者你吓到我？是你吓到我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”34岁的蔡宣彦其实拥有丰富的舞台剧演出经验，也拍过不少影视作品。你没有想要这样，但是你想要怎么样？电影《百日告别》中饰演男主角石头的同事，两人还有场亲密床戏。如果他出生在有钱人的家里面的话，他现在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镜子森林里那个面对女儿车祸重伤无助的母亲，另外在吴青峰、田馥甄等人的 MV 中也都能看见她的身影。这回首度挑大梁担任电影女主角，随着票房的成功，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她。她才刚开始要事业迎来一个上升期嘛，那就是当然希望她可以继续演戏，然后能够有趣的角色，因为她的能力其实是毋庸置疑的。而大她6岁的黄建伟，除了是台湾影视圈的熟面孔外，更是金钟奖入围常客。我不能够打错血管，我不能够失误，你知道是不容许犯错。从《麻醉风暴》里魅力十足的萧医师，到《茶经》中铁汉柔情的靳将军，还有他可以增重15公斤的这个角色。Pause before talk. Isn't that how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views China?演出清朝总兵大人刘明登，并展现绝佳英语能力。黄建伟事前花了许多时间调整腔调，只为带入时代感。对表演要求极高的他，过去却常因对演出的执着，在无形中造成身边共事伙伴的压力，就是一种自以为是责任感的焦虑感，觉得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但后来发现可能不一定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是我自己有一些转变了，所以我现在尽量希望大家舒服。那后来发现，这样工作起来也很有效。他以前比我懂事了，对，就是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想要从那边别人那边得到建议。因为我现在也慢慢懂事了，能够适时提醒对方，修饰个性上的棱棱角角，避免冲突发生。他们是夫妻，也是彼此的良师益友。我们两个都在这3年改变非常非常多，其实跟疫情也有点关系，跟很多事情有关系，就是开始我们都变得不一样，所以到现在其实是一个怎么说，很平衡的一个状态。
Security， 在表达一个丈夫的爱。外形粗犷的黄建伟在老婆身旁瞬间变成了可爱男孩，别看他们闪光放得高调，这可是十年婚姻里经历无数次争吵沟通后才有的和谐频率。太气了，然后我就把那个旁边的电风扇举起来，然后就往他那边太气，我这样丢过去，这样结果他接住了，接住了，你都拿出来了，对啊，都已经拿出来印好了，就是不合啊，觉得说算了 ，OK 啦 ，OK 啦。但幸好每次怒喊着 OK 啦之后，都还是愿意再牵起双手。我们真的有，虽然很缓慢，但是有一点一点的在改变，更成长，为了彼此。那外形是你喜欢的吗？是。想三秒，才不是的！你在那个，你在那个韩剧看到不要的。韩剧是韩剧，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，更伤人。更伤。最喜欢他一点的就是他有一颗热情向上、永远保持学习的一颗心。那我的优点呢？漂亮又好玩，所以很开心哦。这十年来都很开心哦。太棒了！好，一二三，贵勇。哦，很好，看那边很好。真的很会拍耶！我回去给你500块。哦，这是180，好不好？看，拍起来180，好不好？或许是演员身份，让他们有更多机会透过表演体会不同人生。下戏后回归生活，比起浪漫惊喜，他们更爱务实的投其所好，不爱仪式感，反倒享受朴实无华日子里每个小快乐的累积。走过婚姻暴风雨，迎来天晴。如今不论演艺工作或家庭生活，他们都是彼此的最强队友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